首先，当我们的运动员走上举重台，直至视举完成的整个过程当中，请您尽量保持现场安静，以免影响运动员视距。其次，如果您需要为精彩的比赛留下美好回忆，如果您需要拍照的话，请您关闭手机或相机的闪光灯。我们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的配合。 2020年，一场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来，我们在这里向您温馨提示：疫情防控无小事，事事出入要注意。以下向您播送几条有关疫情防控的小知识：一、进出公共场合请自觉佩戴口罩，人与人之间保持合理间距，尽量不要扎堆聚集。二、保持卫生。 咳嗽、饭前、饭后要用流水洗手或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洗手。三、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。四、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。五、要尽量避免未加防护的情况下接触野生动物或养殖动物。六、要保持充足睡眠，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增强体质和免疫力。 好，现场的朋友们，此时此刻，精彩的比赛即将开始。在这一刻，请您把目光投向举重台大台的那块一侧，在那里有我们今天场上的加重员们。一会儿在比赛中，他们要非常精准地完成场上杠铃重量的增减。朋友们，热烈掌声送给由鲍爱军区率领的来自开化县体校举重队的加重员们，辛苦了。 比赛开始之前呢，还有一个小小的互动需要您配合一下。一会儿在我们的倒计时中走到10秒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倒数迎接我们今天精彩的比赛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准备一下，准备好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 失败，杠铃重量132公斤，5号广西韦念荣第二次试举，三号准备。
纯洁体育从我做起。下面向您介绍一下有关反兴奋剂的知识。常见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共有十种，使用兴奋剂将对人的生理心理产生极大危害，使服用者心力衰竭、激动狂躁，严重损害人的身心健康。兴奋剂可引起中毒症状，包括心动过速、瞳孔过大、血压升高、反射亢进、出汗、寒战、恶心或呕吐等异常行为。长期使用会使人格改变，冲动易怒。成功。当重量增加到133公斤，武汉广汽微电容第三次试举，三号准备。杠铃重量增加到137公斤，三号江苏李小龙第一次试举，五号准备。失败。杠铃重量137公斤，三号江苏李小龙第二次试举，五号准备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利用运动员连续试举的间隙，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开化这个令习总书记点赞的好地方。开化是钱塘江发源地，是国家级生态县、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。县内的钱江源国家公园是全国10个国家公园建设试点单位之一，主要景点有五 A 级景区、根公婆婆文化旅游区、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等。现在场上137公斤的杠铃，下一位挑战者是来自江苏的李小龙。来，我们一起让他感受一下来自开化的热情。我说一二，大家喊加油！来，一二，一二，李小龙，李小龙。成功。当重量137公斤，五号广西韦念荣第三次试举，六号准备。
好，问题。陈总，林总。成功，重量增加到138公斤。六号吉林池向玉第一次试训，七号准备。13号准备。
成功，杠重量131公斤，三号江苏李小龙第三次试举，六号准备。行啊，不错啊，不错不错。
重量145公斤，七号重庆华家第二次试举，身后准备。145公斤，七号重庆华家第三次试举，十号准备。
重量145公斤，10号福建郑新辰第三次试举，15号准备。146公斤，15号北京邓世伟第一次试举，13号准备。6号准备。
内蒙古阳方刚第三次试举，四号准备。再次向您温馨提示，在运动员试举的整个过程当中，请现场的朋友们保持安静，以免影响运动员试举，谢谢。55公斤，二号广西韦雨林第二次试举，一号准备。
成功。杠铃重量155公斤，请家中人的杠铃数量调整为155公斤。15号，北京邓世美，第三。2号160。上杠铃重量155公斤，15号。杠铃重量调整为156公斤。场上杠铃重量156公斤。1号，福建袁成飞，第二次试举，15号准备。杠铃重量156公斤，15号，北京邓世伟，第三次试举，1号准备。失败，杠铃重量156公斤，1号，福建袁成飞，第三次试举，11号准备。朋友们，即将登场的袁成飞是2017年亚锦赛的冠军，给他加油！来，一二。失败，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。11号，浙江石志勇，第一次试举，2号准备。朋友们，即将登场的石志勇不仅是这个级别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的保持者，同时是奥运冠军、世界冠军。来，一二。来了。好，我们期待的奥运冠军石志勇出场了。目前是抓挺总的3项世界纪录保持者，也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的冠军。那么应该讲，
目前也是我们备战东京奥运会的重点级别和重点选手。哇，也是有点紧啊，有点紧。我估计他对这把时局自己也应该说不是很满意。嗯，包括我们昨天获得那个男子六十一公斤冠军的李发斌呢，在结束比赛后的采访，对自己的表现只打了6分，对，还是很低调的，很低调，谦虚。嗯，这石志勇在举完这把之后，也指了指自己的一个肩膀。我看到这些运动员的这个肌肉啊，确实很发达。对。石志勇训练的厚度啊是非常好的，他一直说把这个训练当成战场，而把这个比赛当成自己的表演秀。石志勇加油，161公斤，也是10个多月啊没有参赛，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考验。这是场上的石志勇第二把试举，161公斤。好的，明显比第一把明显轻松很多。所以说呢，无论是老将，无论是再优秀的选手，如果时间长不参赛，对这个参赛的感觉啊还真是要经过一下磨练。我们看明显第一把的试举和第二把完全不一样，并且重量还发生了变化。对，石志勇的第三把试举啊，很有可能不会今天去超这个169，这个不会，不会，应该是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对，这160哦，加到164了。对，石志勇目前是已经获得了抓举的冠军，全场比赛抓举还剩下石志勇的最后一把，目前报的重量是164公斤。那么在2019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，石志勇的抓举成绩呢是166公斤，获得银牌的是保加利亚选手，也只有157，也就是相差了将近10公斤。获得第三名的成绩是阿尔巴尼亚选手156。那么今天的韦银婷的159啊，已经是去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应该是亚军的成绩了。我们看在上场之前，这是国家队医生沈大夫给他做按摩放松。所以我想看观摩今天本场比赛的观众啊，是非常有幸的看到这些优秀选手的表演。另外呢，这种身材也确实我估计令许多观众呢很羡慕，这都是长时间训练的结果。另外呢，是最近呢也是加强了体能的训练，对，加强小肌肉群的训练，目标就是防伤防病，可以更好的增加体能。这是石志勇教练邵国强，也是国家举重队的副主教练。石志勇第三把最后一把抓举164公斤，好的，非常轻松，对，非常轻松。对，完全在石志勇的掌控之内，因为世界纪录啊，抓举石志勇是168公斤。对，因为当时呢，我们央视也做了全面转播的亚洲锦标赛上，当时166公斤的记录，他直接加到168，所以说破了2公斤，这样呢，对他后面再破纪录有一定的难度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，等会儿来看挺举的比赛。这个198公斤呢，是他在天津举办的世界杯上创造的，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是197，并且呢是放弃了第三把的试举。对，2019年世锦赛石志勇的挺举开把就是190公斤。对，所以今天这190还是很高的水平的开把。这是半挺，对，有可能是半挺。哦。在以前举这个重量，他经常不仅是半挺，还是可能是高挺。对，其实石志勇在比赛当中出现这样的状况比较少见。应该讲呢，在2019年的亚锦赛的休息啊，实际呢还有1分钟的时间出场了。
其实190公斤对于石志勇来说还是很有把握的。对，我们说啊，石志勇比赛呢是霸气十足的运动员，也是能够把自己的情绪调动起来的运动员。好的，好的。我想石志勇今天对他自己的抓举和挺举的第一把试举都是不满意的。嗯。抓举当然第一把是成功的。我想呢，细心的观众注意看一下石志勇的这个举重鞋啊，这个两只的颜色还是不相不同的。自己设定的战靴。对，这都是为他们这个有安踏呢专门制定的制作的。目前石志勇的总成绩是354公斤，排在了第一位。目前他的挺举190也是目前的第一位。对，现在应该讲今天石志勇呢石志勇的出场已经把今天这场比赛点燃了，对，推向了最高潮。对，其实199这样的成绩我觉得石志勇是能够达到的。我们一起期待他成功的举起这个重量。石志勇要加油，全国纪录诞生。对，邵国强指导和陶乐尚指导，应该说翻站没有问题的。好的，上松要果断，要加油，加油，石志勇，别动，漂亮，漂亮，又一个全国纪录诞生了。石志勇超了自己保持的198公斤的世界纪录，现在将世界纪录已经上升到了199，打破全国纪录，超世界纪录，恭喜石志勇。今天男子73公斤级的比赛，石志勇是获得了3个冠军，抓举、挺举总成绩，恭喜石志勇。另外，袁成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有不错的表现，总成绩是获得了第2名。这两名国家队的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都是大放异彩。黄指导，请您点评一下今天这场男子73公斤级的决赛。应该讲呢，在比赛之前，我们给观众朋友们就介绍了，这是一场非常期待的比赛。石志勇啊，可以说目前的整个训练状况。第3次试举，15号准备。
好准备。福建郑新辰第三次试举，三号准备。76公斤，三号江苏。
李小龙第一次世锦十二号选妹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在运动员连续试举的间隙，我们向您普及几条关于举重的知识，希望您通过我们的介绍能够认识举重，了解举重，爱上举重。在举重比赛中，点名让运动员出场试举的顺序取决于以下四个优先因素。首先取决于杠铃重量，杠铃重量轻的先试举，其次试举次数，试举次数少的先试举，再次取决于之前的试举顺序，先试举的排在前面，最后取决于运动员的起始号码，起始号码小的先试举。场上176公斤的杠铃，下一位出场的运动员是来自天津队的冯世发，来，开化人民很热情，一二。
38.38公斤。六号吉林石向玉第二次试举，四号准备。
180公斤二号广西韦颖婷第二次试举，气候准备。成功，当重量180公斤，七号重庆华家第三次试举，13号准备。
183公斤。一号福建袁成飞第二次试体，三号准备。一号福建袁成飞第二次试举，
举重比赛的第二部分也是挺举的比赛，在挺举的过程中，要求演员分为前倾的胸和上挺两部分完成动作。常见的上挺方式呢，有弓箭步挺举，下蹲挺和半挺等。石志勇使用的这种视觉方式就是下蹲挺。朋友们，给他加油！
一号福建袁成辉第三次试举，十一号准备。世界纪录的成绩，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。